OK， 还有五个币了，五分的差距啊！冠军战是谁？冠军是谁？不这么赌招，我担心他会翻船啊！狭路相逢勇者胜啊！有时候该干就得干，不要怂啊，对不对？老 K 现在又被叶枫的史莱克干了首发了。八神居然这么退吗？今天晚上叶枫越战越有底气了，敢打敢拼。叶枫今晚打得非常果敢。老 K 是有点求稳的意思了，现在老 K AB 回避，哇，空防零掷战球。现在大猪被神雷杰克给他牵制住节奏，好的，柱子推进前冲，坚持下重拳复合的。现在大猪的血量被一点点的消耗掉了，记得关注再走哦。